是王瑞琳，我旁边的是秀琴。Hello。那你看，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其实是要做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举动啊，哈。对。通常在芭比杂志《平面文化》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每一年都有一个奥斯卡的一个评鉴，对于所有的保健食品、所有的美妆产品，它会做一次大规模一年一度评鉴。那其中呢，我就是评审老师，所以每一年我要当。所以每年我到对去评鉴很多东西，但是今年呢，我们来看，今年芭比有看到这张吗？2016年是对芭比的这个有没有提面奥斯卡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我会在每一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一次所参赛的一些一些的产品，是，然后把它挑出来。那像今天呢，我要做一些面膜大赏，对，那当然我来宾还是要先介绍一下秀琴。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琴。对，他是我们的神秘大来宾，你看脸好小，对不对？小得不得了，没有没有，我们其实都没睡一样。一样小，但是我们都是用很自然的方式让它变小。是，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揭晓，这次的面膜参加有总共有多少家？总共有多少家？总共二十三，我想起来，总共23家，但是23家来讲，我都试用过了。那所以说，吉雷宾虚当当又在。对，我就每天去用，可是有一些坦白讲，就是说这都是新的，目前来讲这次来参赛的都是新的产品，那旧的部分其实他们再来参赛是没有用的。那所以说我这次又从23个产品里面去挑了几样非常的特殊款。好，因为什么呢？你看嘛，我们的奥斯卡里面有讲一个特有种这三个字，好吗？特有种听起来就是觉得好有种，好有种，你知道吗？你敢来参加就是有种，你知道吗？你不敢来参加，不是说你没种，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好吗？我们等你明年来参加的特有种 ，OK？ 好，来，我先介绍一下，像秀琴，你平常比较会用哪一种的？比如说保湿，还是美白，还是抗皱？你还不动用抗皱吗？要啦，因为我们很常笑，都乱笑啊，就是脸啊都笑得歪七扭八，你稍微一个不注意，你就会有小细纹哎。可是还好，你近看。对，然后呢，就是当然冬天就是要保湿嘛，而且我又是混合性肌肤，而且真的是我用过百百种，那但是又不能说只用一种，对，然后就用到底，还是都要换，因为现在琳琅满目太多面膜了。你知道现在保湿已经到达一个智慧型的东西哈，非常智慧。我先这样讲一个好，比如说像这个，保湿的一个修复面膜这一款，好。这一款保湿的修护面膜，我觉得它是还不错啦。是，你可以点开在这里。好，在这里保湿的修护面膜，它是属于一个急救型的。我爱急救的。急救包哈。急救包。那急救包，那它本身呢，它有加入一些所谓的锁水保湿，而且它是草本的，还蛮好用的。好，那这一款的话，我倒觉得可以啊，你可以给它，不用了，直接讲来，来，这。骗到你是不是大方开玩笑？真的，对，好，对，你看到没有？哇，里面好水哦，而且好水，对不对？对，里面好水哦，很水哦。你看，哇，里面它的那个精华液，有，这不要浪费，我建议大家有没有？可以拿个小罐子把它装起来，有没有？可以敷脖子，对，可以脖子稍微，对，脖子敷一下，有没有？对，卡桃屋，对，卡桃屋，然后手肘有没有？手肘也给它敷一下，冬天会很干，对，好，然后像这个是属于比较植物型的急救，对，急救。那如果说你刚好在，比如像比较冷，大家都去合欢山，或者是说去日本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生物纤维的面膜，是，那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到。对，它有两层，对，你看没有？它像果冻型的这样子。我爱这种的果冻的，对不对？好，这样子，好哦，可以用。好，这个还不错，好，是，对。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要在我手上吗？你可以戴你手上，还是在我脸上也没关系。也没关系，可是你戴完要敷好几片哦。没有关系，我今天就是几乎没什么。所以今天我觉得好，这是我第一组推荐的，所以大家赶快上来哦，上来看一下，好吗？上来。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急救的话，哈，然后还有的话，我看看，哦、好舒服哦，很舒服，对不对？对，好，而且不会黏呢、欸。对，不会黏，好水，好保湿，好水好湿，是不是？这组，还不错哈、哦。对，它的单价也不会很贵。哎，对，我想起来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我粉丝专页的左下角是有一个奥斯卡的这个面膜的专区，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它点下去，它现在可以直接购买。Oh. 然后再来一款哦，玫瑰精油还不错，对，玫瑰精油听起来就哦，对，这个玫瑰精油哦，哎，你要不要待会拿下来，然后再去用玫瑰精油？这个我今天是千变女郎。那这个玫瑰精油呢，它打开来之后，你有发现以前从来没有过用玫瑰精油来当面膜。没有哎、欸，对不对？顶多就是按摩、啊。对，而且大家觉得那个分子会比较大，对不对？对。所以这一款我也觉得很妙，你打开来，剪下来。好。把它剪下来，试试看。好。对。大家有按赞了吗、哦原？原来人家是这样开的，好吗？我来讲本烫啊，你。好香哦！现在我在介绍这一款哈，玫瑰的。对，你看。对，玫瑰的顶级珍贵这个精油、哈。对，它是 e-power， 你闻到的是什么？保加利亚的玫瑰。对，这个真的好舒服。对，好舒服。这是我说，哎，保加利亚的这个好玫瑰，而且很香。可是通常你发现哦，哎，精油有没有？精油这很难，对不对？对，来去当这个保养品这个部分，很少听到，但是它这个真的很舒服，很舒服，而且很哦，这个很香。敷完老公就是整个会把你不那个叫什么壁咚。是男朋友二郎对扑上去好吗？对，这个很棒。然后呢，再来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你们快点去介绍一个，好，再介绍一个也是很棒的一个哦，这是一个维敏科技的哈、这是一个博维拉，在我看它的盒子在哪里哈、搞不好被你用掉。对，搞不好被你用掉。没有，我找找看。博维拉，来，博维拉在哪里？有盒子吗？博维拉这个啊，对，博维拉。那博维拉是其实说这次前几年好多流行黑面膜，对不对？那这次它博维拉的面膜，他们这次也是用黑面膜，哦、但它强调的是什么？少出暗沉。暗沉我们很需要啊，因为我们东方人，我们的黄皮肤，稍微一个不注意，哎、你有发现到一百遮三丑？对，其实我不漂亮。我只是白，什么真的？我说我，其实我也没有白。你不要接那么顺，好不好？哦，不要逗点。因为玲姐皮肤真的很好，你们真的等一下可以近距离看，真的皮肤几乎是零毛孔，这是走逆龄路线了。有没有？对，我都要走到后面，因为我都觉得我皮肤没他那么好、欸。我真的没有毛孔，我要感谢我妈妈。真的，对，妈，你怎么把我生的皮肤没有到？我必须要一直敷面膜，因为我喝小米酒。好，所以它这个质地怎么会这样？对，它的质地它有点跟平常面膜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第一它是黑面膜，它强调的黑就会变成白，好吗？对，所以它这一款的话，它其实也是台湾制造的，MIT 是。对，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它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博维拉这个设计的话，它现在目前台湾自己制造的，那它强调是维米的维米科技、因为现在大家都强调一个它在上面的布在做一些调整，有没有？因为有时候它的这个布织布也好，或者说它一些棉的布也好，它成分进去如果没有办法吸收到我们的一些皮肤的话，其实也等于零，对，也等于零，没有用嘛。那但是博维拉这一组黑面膜来讲的话，你看它其实就是水面膜的道理啊，哦，有没有？它还蛮水的这样子，对，有没有？好，还不错，这个我也还蛮推荐的，博维拉，那我稍微对。有没有稍微当那个示范的？其实这一次哈、在奥斯卡的这个面膜大赏里面，我要强调一点，其实我说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连选这23款的面膜哈、然后在我们所谓的一个奥斯卡，今年2016年是巴黎杂志，我们体面奥斯卡第一次做现场直播，对，来告诉大家从23款里面选出几种。是，那这几种来讲哈，我其实有一个方向告诉大家，就是一要天然，对，什么要天然？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会忘记，我马上，请不要这样子，马上把那个镜在那边、好，然后
第一天然是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概念，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经过皮肤去吸收的。对，好、哦，经皮吸收，这个我们常在电视剧讲嘛，经皮吸收。是。那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弄到天然的成分，像以前在菜市场，你会常买到一些对假的，对假的，啊越好用。对啊，你说是越擦越白。越白。对、欸、啊，阿嬷还是阿妈妈。他们最爱。对、欸，还说哦，哎、欸哦，怎么那么神奇呀、啊？好、欸、神奇的杯哦！我告诉你，过没几年，洗肾的洗肾啊，哈、哦，还油剂不厚了哈，它、啊、肝脏也不好了哈。真的。对，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副作用，为什么？因为它有重金属。没错。对，然后你斑就开始出来。对。然后呢，嘴唇就会发紫。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后面的副作用。其实它就是含汞啊。这是真的，含汞。对、啊。对，含重金属，所以这些东西我强调都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它才会今天在我的这边里面出现。对。哈、哦。然后它在里面出现，否则这些特有种它不敢过来了哈。嗯，有上线了，有来来来，哦，对，来赶快问我想知道这个全台第一，对，第一张的干面膜，干面膜，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哈，你把它打开来，然后在你那边对不对？对，记得在哪里？这边这边，好，它是量子的面膜，第一张干面膜。你有干肤吗？真的，干肤就没有水分、啊。它有水，它要放点水。可是重点，它可以重复使用这一张。它看起来就像一般的布织布啊。对，可是它可是可以重复使用，你可以用点水，沾一点水。可是对，这样对。可是它是有一点点的，我强调是它，如果你是有一些痘痘的人哈，我这样讲，好、哦哦，你还是要沾一点水吧。嗯。啊，你待会不要敷啊，因为这我们刚洗过手了。我们就不熟就好了。好，还是要用点水。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到它的成分是能够把你一些有痘痘肌肤的人，然后把它先引出来。嗯，那它引出来是告诉你它有排毒的效果。哦。然后它其实跟有一些医美等级的品牌还蛮像的，就是说它先帮你。刺激出来，出来之后，然后你连敷个两三天，然后他开始帮你做修复，对，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到刚敷的时候，哎呦，怎么搞我痘痘，一直冒，其实他把深层东西帮你弄出来，然后呢，你就连续两三天，因为我后来我给我儿子去敷，他发现到说，到第三天的时候，他那些痘痘都结痂了，对，然后帮你修复。哦，他把深层的那种毒素排不出来了，先把你冒出来。哎，重点是它可以重复使用。觉得对一些就是比较省的学生、大学生们，学生因为有的学生使用学生的袖珍呢，然后没事的爱极，对，没事看书就喜欢那样，不不，那镜子里面就有了，你知道吗？哎，这重复使用我觉得很建议小资女跟。学生族群，而且它真的不会太贵啦，我跟你讲，真的不会太贵，好，还蛮好的。好，那玲姐是一个，你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大方，然后好的姐姐，她是有福同享的，对，有福同享的这款，好，这款量子光的这个面膜还不错，好，请大家可以，如果有痘痘需求的话，可以。一些少男少女，都可以使用。敷完你就变杀手了。如果说妈妈有什么生理痘，也可以用哦。对，那整片的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对，东方草本的这个，哎，你看到这个什么？人参，五人参的耶啦。有没有？哇，第一太后。有没有？名称就觉得还不错。对，敷完就变太后。而且它是弱鸡霸龟，没问题。就是敏感，比较敏感的肌肤在上，对，所以你可以拆开来它的那个一台，对，这边，对，它是强调它是用草本配方的，嗯，那它其实是你看它上面写的哦，哈，它是用宫廷秘史不老传说哦，人参味很重，好重哦，一打开就有人参味，感觉很像来到韩国的。某个植物，他们有太多了，可是，但是他都在这里，他人参精华都在这边，对，好，那所以他这个一样，我讲掉，他人参嘛，其实就是一个天然草本，对啊，有人问问题吗？有人问，很多高保湿面膜敷了以后都会黏 T T 的，
请问保湿，我们现在介绍保湿面膜也是这样吗？目前为止不太会耶，目前为止都是很迅速就吸收了。因为现在介绍的这个部分来讲，到目前为止哦，我介绍的刚才我们介绍了伊太后，对不对？对。然后还介绍了这个量子光、哈，还介绍了对对，还有博维拉针。目前为止，如果说你现在买的面膜都是黏液体，好重哦。对，人生会多飘到哪里了？对不对？经纪人切断我的。话哈，我说如果它都是棉体，表示它的分子真的太大了，太大，所以它进不去你的肌肤，吸收比较慢。对，而且何止慢，有些你会发现根本吸收不住，而且容易反干。对，就是说你贴完之后拿下来还是干的。干的，你有我常常会敷到这种，对，有些什么面膜，他说哦，你可以睡到对对对。对，爬不下。对对对，所以对，没错，所以这个一定要的。你看，人参，好香，好香哦，好香哦，而且人参就真的是还蛮天然的东西，真的耶，对不对？而且你在敷起来的那种舒服感，然后又是草本的，对，哎，太后在用预防的，对，不是预防姐哦，太后御用的，御用的，对对对。嗯，好舒服哦。对啊，好来，快点。有人问说哪一个 CP 值比较高？好，来来找一个 CP 值。CP 值比较高，大家都会，你知道捡便宜的心态就是好用 ，CP 值又高又便宜。好，那我现在介绍个 CP 值最高的，好不好？就是这一款，来，你拿的蓝色，我不是在我这边，真的吗？啊，这个这一款，我觉得这系列还不错，你知道？哦，秀琴款，这一款海尼里盐。好，这款也是今年新的，非常新的。而且它为什么两张？哎，你问得好。对，为什么？它这一款呢，是目前来讲是 T 加 U。你看，我们刚刚是都拿一整片一整片了。对，我们刚刚都是一整片啊。你看，我们刚刚从到现在开始都是一片一片的。你把它，哎，打开有技巧。对，我待会再告诉你。这样子吗？没有，告诉你该怎么打开。你看，我们是都是一整片的。对。好，一整片，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时候在敷的时候会发现到？不符合人体工学，因为有些地方鼻子啊，鼻子或眼睛这边，你要挤来挤去，对，要一直把贴贴贴，有的会就是会敷不到，对对对，会空空空心。对对对，好，可是呢，这个地方很好，你把它对折，对折，对，什么？对折，对折之后呢，然后撕开来，你看好不好撕？就是没有没有，对折中间撕开来，这样，嘿，就像撕纸一样，什么 ？OK， 哦。哎，好不好？好不好用？很轻松啊！然后再来，你就是在你手干的时候把它撕开来，两片一起撕开来。OK。啊，如果手不干的时候，你就用剪刀把它剪开来。你手比较干，你拿出来。我强调它是一个 T 加 U 的一个分区保养概念，这一次我觉得超好的。你看它这个。这个地方的 CP 值还非常高。嗯。你看哦，它是两片式的。对。一个你看下巴，哦，这是下巴，对，你把下巴，好，下巴，然后敷起来，敷起来，而且它还蛮大张的，好香哦，对，它这是全部纯天然，而且它、这个、耳挂吗？对，保湿型是耳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没有，有没有怕它会掉？怕它会掉，好，那还一片，你刚刚在这边对不对？对。他是你是有想起来你在某一家那个英文数字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对，但是他好像没有做到这样子，而且他的材质是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可聚糖。什么叫可聚糖？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因为一般来讲好服帖哦，对，因为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有那个用那个甲壳甲就是虾跟蟹、啊、而且感觉好拉皮哦，对，虾跟蟹的那种部分有没有？你看、哦、而且它有到鼻梁哦，你看，它眼睛这个又不会弄到，嗯，你看它有到鼻梁，有没有？好服帖哦，而且好舒服。对，我说不上来它那种舒服跟它的味道，对，很清爽。而且它这个部分就是我所谓 T 加 U， 我要讲一下它的 T 加 U 来，它的材质是所谓的一个可聚糖，可聚糖一般来讲是从虾跟蟹然后去萃取出来的，好，它的面膜材质。所以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用甲壳素的东西，有些人不买弄面膜它会过敏，对，可是它多了一道程序，帮你做
整个萃取出来到达不过敏的一个成分，所以它那个东西就叫做壳聚糖。壳聚糖，所以它这个下很重的成分，我一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哇塞，就搞刚哎，你知道吗？快哦，对，然后林姐要送了。这款保湿的效果是他们的基本款，含尼利盐是基本款，所以说他们从基本款又去研发了所谓的，我讲这个，好，这个抗皱。抗皱的一个磁石、也是全台首创的。好，这个我就要请秀清你把它再打开来。好，然后它中间对，然后对撕开来有没有？撕下来，对，撕下来。前面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的对对对皱，对对。然后来这个，而且你知道它好，它来，好了，待会送你啊，你不要不舍得，我一定送你，我一定送你。哦哦，很妙啊，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磁石。磁石最近很夯，这是在韩国很夯的是磁泥，对不对？对对，然后但是它就是把它像有深海泥那样子，有没有那种豆沟？对，啊，黏黏的。但是它是用了好多的磁石，而且是稀有。哎，大家可以近看，哎，真的是颗粒，颗粒磁石就是布满你整个脸。对，没错，而且它，你看啊，你要记得把有凸的地方凸面，好，在里面，这个，对不对？对，它在里面，它。有一点凸面要在里面哦，它有一点中医的学理在里面，它一它会有加强一个循环穴道循环的作用，有没有？好，然后一样也是用 T 加 U 的方法，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款这家面膜很特别，好特别哦，而且 CP 值超高的，真的，对，然后它又有，而且你稍微这样按摩，你就觉得。有在，就是有在按摩你的脸啊，穴道啊。Better Man。对。而且好轻，好轻，没有说很舒服，加了磁石没有说就很重。对，而且它真的是磁石，我曾经用磁铁测试过，它会被吸起来。然后它可以加强，就是说你的脸部哈，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瘀嘛，我强调有一些瘀，脸也会有血瘀哎，对，然后有一些细小的一些静脉曲张的部分，好，对，然后你就是把它一样，感觉这个消水肿又可以按摩，答对了，然后把一些脏东西吸附起来。好啦，这个，我好想送这个哦。对，因为我想，因为这是全台首创的，从来没有。全台首创，冰玉啊。对，比如说我们在敷的时候，其实可以按一下，你有感觉对你的穴道？有。有没有？你可以稍微按一下一下。哎，好舒服哦。对，其实有时候可以自己稍微贴一下。你这个真的不用去医美或者是去 SPA， 不用。你稍微自己这样子按一下眼周，因为我们太常看手机。嗯，而且不要忘了，它是强搭什么生物磁石的。抗皱哇！我一定要抗皱，抗皱对，你要抗皱，上年纪的都要抗皱。没有，不是一定说是上年纪，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就会看脸部表情抗皱，而且这一款真的非常好用，感觉是自动拉对，因为它还有一款，好，我找一下，它除了保湿是基本款，哦、对不对哈？然后还有抗皱这个，然后它用保湿来抗皱，还有一款。美白，这我要大推，你知道吗？因为这款含尼利盐的美白这一款，它可以把斑真的变淡。真的吗？是这个吗？不是。哎，哪里？都几？它在哪里？含尼利盐在哪里？美白的那一盒在哪里？哦，这边边啊，在这边，被挡住了啦。它叫小白膜，而且我前几天我还上他的粉丝去看粉丝网站去看，哇塞啊，都是护理人员医生在分享，我觉得很夸张哎，因为从来没有一款面膜竟然是都是这些人，就是会有护理背景的人在分享，好，那所以这个连这个他的这个面膜啦，是打开一下，打开，我跟你讲，它真的会很让我觉得很惊艳。这个面膜哇哇哇，他们对他们，而且他们家的面膜的好处在于说，你可以省掉很多保养品，你保湿效果好，比如你今天用了，对不对？对，你可以不要再用任何保养品，它可以锁水到明天早上。我在用完的时候，甚至我不太想洗脸，隔天早上。这适合我了啦，对，因为我很懒，你知道吗？我也是，而且冬天会很冷，是很冰啊。然后我就发现到，哎，它竟然可以不要再用任何保养品，而且它是有点智慧型的，就是说你哪里干，然后你就
它会帮你帮你记忆，对，帮你记忆哪里干，然后那边就补水，哪里比较油，哪里比较它帮你把那边地方把它的油去把它稍微把它做一个平衡一点。所以我常讲它是一个分区保养的概念，因为只有医生去做研发这种东西才会有这样子的。对，那一样很简单。撕开来，好吗？那我觉得它撕开，你可以看它的布质跟我们保湿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它，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三款 CP 值很高，你知道吗？因为这三款来讲的话，你看哦，功效都不一样。对，可是我可以自由配。对，哦，可以。有没有？这我发现到可以自由配，比如说今天，哎，为什么它质地也跟人家不一样？对，因为它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壳聚糖的生，对，壳聚糖的一个。生物纤维面膜是会白哦，我要明天白，不要叫我跟你讲，我要白，志伟不要叫，志宇哦，对对，志伟是谁？你不要问，我把你的小三叫出来了，志宇对不起，就像我老公说我想静静，我说静静是谁？我叫安安，然后你看把它贴上来，你看，而且它比别的还要大张，你有发现到？好。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今天想一下，这是美白的，而且对这个上面有斑的超好用哦。要，我也有点斑了。对，因为我们常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是非常几乎没有化妆哦。真的，大家可以近看。真的、哦，没化妆已经不知道撸到哪里去。没化妆才可以有办法贴那个面膜。真的。对，够大了吧？够大，而且很舒服，很服帖，对不对？嗯。然后因为这一块它做的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斑就在这边。对。而且你把它接20分钟就好了，对，也不要太多。对，而且它不会反干，这是我目前为止发现它最棒的东西。对，不要反干。对，而且我讲了哦，就说你今天你可以这样子，我今天我觉得上面我想要眼睛舒缓一下，然后我下面我想要美白一下，我可以红色配白色。今天我可能嘴巴比较干，有些鼻子过敏，要干一下。有听到吗？对，我可以蓝色。对，我可以蓝色，然后再配，就是随便你搭，随便你配蓝色，你就看你今天是你今天的肤质，对，是你的肤质，对，然后对我现在就要敷到结束，而且你待会敷20分钟，你拿起来你会发现变得很亮白，哇塞，我们待会结束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很亮白，对，哇，好，所以大家不要反干，真的，如果说大家小资女。如果你觉得瓶瓶罐罐很麻烦，像我一样，像秀琴一样，其实真的很麻烦。有时候你发现我们通告结束之后要去卸妆，好麻烦，然后你要有好几罐插上去，对，然后你会觉得很麻烦的话，还有你会发现它吸收度很好，嗯，然后保水度也很好，真的。你隔天你就发现你的脸都还是光亮光亮的时候，不妨你试试看。还有它刚才那一款的磁石，我也很爱，对它那款磁石就是那个抗皱的吗？磁石抗皱的这个面膜，那它可以帮你做一些穴道上的按摩。对，让我血液循环，我觉得好棒，你知道吗？因为我都可以烧这样。对，而且就有感觉。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眼窝下面这边最酸。对，然后这边的话，它就可以做一些拉，记得哦，颗粒在里面哦，你不要告诉我没有用，顺便颗粒把外面笑死了。有没有？大家有看到？有哈，这样子有没有？你待会你就贴着，我跟你讲，最后一刻他把这个面膜拿下，你一看秀琴跟刚才直播之前有多。不一样，好，对，好，这上有没有啊？好 ，OK， 好，来，就有反应了，哦、怎么会这么快有光泽？我跟你讲，这很厉害哦。什么？有龙血？我有看错吗？哈利波特的东西，龙血，这也是今年很新的。你们其实我跟秀琴好像有曾经按过一次有龙血的，对，我们都很好奇，说什么叫龙血，对不对？来，我们去找龙血在哪里？龙血。你看龙血在哪里？能摆哪里？这个对，好，你俩打开拆开。他们其实都做得好有质感、哦。对，就是新的，因为我们之前按的，我记得是龙血的保养品，好，就是什么挤的那个，对，什么就是 cream。然后这一次这个龙血，它是龙血树，大家不要忘记是龙血树。嗯、那它是生长在就是亚马逊河。好，就在非洲比较干燥的地方，所以它在那里的话，它就是很耐。那它有8000年的历史，八百年的历史。它所以它那个血原则上就是说，它的汁液起来它是红色的，可是原则上它这一款面膜，它是因为它有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成分，所以它不是红。
红色的，红色其实有点会怕怕的，对对对，红色有点怕怕的哈。那所以说这一款面膜来讲的话，因为它有还加一些很天然的红石榴啦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胶原蛋白的萃取啦哈，对，那所以说它在这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到，哎，它这个最主要当然是一个龙血树它的一个成分存在，它也很薄哦，它也很薄，非常薄，对，所以打开来，对，它不是蓝色的，对，它其实是这样，对，它是这样，它很薄，对，很薄，可是有没有，可是坦白讲，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口好小，好小，它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连嘴巴都一起敷，对，但是有就是说让你好好安静的敷脸，后来我发现是不对，是因为它张力很大。你看吧，所以你看它是这样子，但是它的张力很大，你看到没有？所以有一些是张力有没有？有一撕就破。如果说你们到便利商店、到药妆行去买的时候，很多陆客来扫货，对不对？那扫都是扫了扫什么几千块，几百块钱，几百块一百块一盒或怎么样，你会发现到它一拉就破了，破了，那没有用，好不好？所以说原则上我们还是选说是那种。布材质布是 OK 的，对，因为它一定要材质好，它才可以吸收到你的肤质里面，皮肤里面。所以这个龙血还不错，龙血素，所以它强调它也是抗皱的，对，好，抗皱跟保湿。我的手已经真的是变白了呢，有没有？哦，有差哦。我这边比较没有，哎，对，肤哎，我这边比较白哎，好快哦，差好多嘞。你看我这边比较黑，是怎样啊？我看。这一集你赚到了，真的我赚到了，你真的赚到了，真的。以后不要再卖面膜给秀琴了，秀琴有很好的选择。那林姐有人问说有没有粉刺，针对粉刺缩小毛孔的推荐？粉刺缩小毛孔，哎，我刚有一个亮子面膜，有没有？它也是可以粉刺缩小毛孔，这个也有，对。然后还有一个哦，来，我再来介绍一个哦，这也是我刚刚讲的。这也是很薄，这也是一个医生等级的，他曾经上过我们节目，是《实在不可思议》的第一季的老师陈美玲老师哈。那他这个他强调是一个隐形面膜，来，走，在哪里？隐形面膜，这一个，好，你把它打开来，它很薄，很薄，非常薄，哦，非常薄，对，他说几乎忘了它的存在。所以美玲老师美玲医生她的皮肤肤质也真的是非常好，那所以她今年她自己又开发这样的一个面膜，好，然后就是有一些成分，那也是医美等级的部分，是哈，然后她这个来我看一下哈，她也是强调就是她有三层的结构，那有一些专利性的东西，有一些专利性的成分存在。有没有很薄哈？好薄哦！有没有跟刚才那款也一样？它让你会感觉说没有负担的敷脸。哦，对，有没有？你看，哈，很薄，皮肤马上对，现在就透光了，敷这一手，有没有？好，你现在开始也敷这一手，对，好哦，好，跟一样，跟这一款刚才有没有？我们这一款是一样，也是医师研究的这一款，对，这一款也是医师研究的。哦，我家面膜太多了，你知道我每天敷哦，我先生都跟我讲说，阿丽也敷干的话题呗，我说不会，啊，这天然的啊，天然的不会有什么草本的，对，植物性的，你就这样教大家用正确的方式去购买，对，去认识。还有刚刚那个 Epower， 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我来敷这一手，对，因为这手已经真的很白。Epower 我刚刚有介绍过啦，我介绍过，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Epower 的东西，可以继续往前看，你看有比较亮，有没有？好亮哦，天哪，有没有很亮哈？对，我可不可以你要上节目，然后我跟你讲弄好了之后再按摩一下，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吸收进去，你要用你的指腹，有没有？有，按摩一下，我通常都会告诉大家不要浪费，因为它里面其实还很多精华液，很多那个精华，对，然后你把它倒出来放小罐子里面，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记得放冰箱，不会吸够，对，好。瑞姐有人问磁石面膜可不可以重复使用，磁石面膜重复，问的我倒没有重复使用过，哎，怎么办呢？好像不行哎，因为原则上它跟刚才的量子光面膜不太一样，所以它还是一样，就是你可以两三天用一片，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像我们交叉使用自由会是最好的，而且它现时目前我用过的面膜来讲 ，CP 值高，而且是
效果显而易见的，其实可以小资女买买看。对，很棒。我其实我很爱吃食，而且在很多很多护理师在用，很妙哎，在这个对大家都。都在大家是去倒位啊，紧啊，对，大家都好去啊。瑞玲姐，你帮我分享这一台台湾香盟，大家都很知道。台湾香盟这个东西呢，它是我已经闻到台湾香盟的味道。对，台湾香盟现在很夯哈，它是在一个屏东，我们台湾屏东所种的一个看起来很像。荆棘的那样子的品种，而事实上它是柠檬，它的维他命 C 很高，它高于一般柠檬的30倍，所以说对它来讲也是混合型肌肤，比如说你 T 字部位比较油。那、为什么它也是两片？对，它也是两片，可是它的两片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对，它精华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因为它溢出来满满的，对，它的抗氧化能力也蛮高的。有没有？你听闻到柠檬味道吗？淡淡的柠檬，好，有没有？好香哦！淡淡柠檬，所以是台湾，这台湾特有种的。对，特有种、哦。特有种，所以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好。但是记得，就是请大家记得，请在晚上的时候再来敷啊，敷完不要去晒太阳。好，否则你黑了我不管。对，虚啦。好舒服的味道哦。重点在，而且都天然的。你现在敷的都是天然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香精存在。有香精的已经没有剃掉了，对，有香精的它也不会在我们的现场出现，对，也不会在水魔大赏里面，都不会，好，有香精的都不会。然后就是水磨瓷这个部分也是还在镀膜上面也是蛮特别的，有没有发现到香香的哦，可是它是天然的哦，好，然后它也是台湾研发，它是雨丝绒的布，雨丝绒的布，对。然后它形成一个很吸水的薄膜，对，小心哦。是他们要小心，不是我们要小心。是我们。有没有？你看有没有？看。你看丝绒膜，所以我今年大家在这个布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发现到有些布啊很容易破，有破或很容易反干，对。你还没有敷没几分钟，它就干 了。其实那是很不好的，那个可能只有水，对，或者是没有什么成分在里面。我偷偷告诉大家啦，其实就是加什么，有一些就是水跟海藻胶，你说有用吗？海藻胶都会黏啊。对，就是像刚才大家在问说，我跟大家说，我敷到现在没有觉得黏腻感，对，就是一点都没有，而且。它就是在慢慢的吸收，而且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大家有在问嘛，为什么有一些都好黏、好黏腻，有没有？那其实就是水跟海藻胶，那其实什么保养品都没有，对，还告诉你说哇，它好神奇，好神奇，其实都是包装的。可是事实上，在这一些的展览里面，就是说目前参展的东西，我都有看过他们的一些研究 data 的报告，是，然后还有它整个重金属 SGS，甚至在他们有些有。拿去做这个另外一种他们的人体实验的报告，所以你看秀琴，你敷了那么多，对，有红肿过敏吗？没有，而且我是非常敏感的肌肤，对，你是敏感肌肤，对，好吗？然后也没有说会哪里痒，因为敏感性肌肤你敷到不好的面膜，你马上就会它就会反应，对。你会开始会抓，然后会开始红肿。我到目前没有。对，对不对？我让你敷都是纯天然的面。对，因为像如果说我说像如果你们有打雷射的一些人哈，比如说那个时候在破坏了，那其实你的脸需要一些镇定保湿，而且重点是很需要保湿。他们就是给你无止境的敷面膜。对对对，那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你保湿的效果你就一定要好，你把分区把它保养起来。对，对然后我说你拿一些比较水磨池是它。它里面的功效对，也是一样，有一些锁水的一些部分哈。对，然后现在我还要再介绍一些，还有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有好多多到，你知道还有一个蓝色是什么？对，你知道中国皇室御用的保养品，听起来就哇塞，来豆来，在这来看一下，你把它打开来，对对对，歪了，你的镜头歪了，镜头歪，好。这个是用我们所谓的中药材，我最近强调说，我前阵子还看到有一个用丹参，金银花。我上次还看到一个丹参的哈，也是一个中医师研发。那这个是用金银花，好，那金银花本身来讲的话，它
它这次用在面膜上面是有一个保湿的效果，哎，也是强调一个保湿。哦，你看它好，因为台湾好 juicy， 因为你知道，因为台湾有时候气候真的是说很怪，对，很怪。最近有发现到说，有一些会比较干燥，对，哦，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又湿又黏，对。那大家很重，那个精华液有没有？你看。有没有，哦，大家请不要浪费掉，真的不要浪费掉，拿个小罐子好吗？对，我们真的好想要个小罐子，好想拿罐子把它抽起来。哦，真的，哦，大家现在今年真的，今年大家成本真的真的，哎，这好像这个片是多少钱啊？好像圆片，我记得好像圆片是500块钱，对，哪一片是500块？哦哦。大大的好用，这个真的是目前里面盒子最大的，都大班。对呀，啊，嗯，大班的呢，不止大班。对，可是这个我还没介绍完哈，这个是一个金银花。那所以说金银花来讲的话，它现在就是用中药材。我刚刚讲也有一个中医师，他近年来也是用丹参，丹参大家也知道是固胃的嘛，他也是用在肌肤上去做一个缩小毛孔，还有保湿的效果，嗯。那所以现在都是用一个自然医学的理论再来做的，对，好。你赶紧整些，我快在那边洗澡了，你知道吗？要不要直接脱衣服？还有人问什么问题？有人在问水磨瓷，水磨瓷非常好，敷上去的感觉怎么样？上一季实在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是用医美来改造，是用侵入性的，所以今年这一季我完全没有用侵入性来改造。我发现到生医真的是很进步，所以用很多的产品，你可以改变你的脸。对，肤质也好，然后它改变你的脸型哦，不要忘记了，嗯，很奥妙。所以今天我所介绍的一些面膜，事实上是可以改变你的肤质、你的脸型。像我刚刚讲的那磁石面膜，有没有？它就是可以改变你的脸型。对，它会有那个穴道按摩的效果。对，按摩的效果。对，让你就是血液循环。对对。然后会有拉提。对，你今天就是夸张哎，我还没有讲的时候，那一张我还没讲，秀琴竟然知道这个资讯哎，这是我吓一跳的事情。对，我看过，我看过，我说我也有在美容那个时尚的尖端。他现在敷的是水磨瓷，好香的一种，嗯，这是什么味道？天然的味道。对，它是天然的，就是很天然的味道，嗯，对。然后呢，它是有一个紧致，因为它会缩小你的毛孔。我要缩小毛孔哦。其实你毛孔已经很小了耶，但我还是好要更好，因为我是无毛孔的人。对，你看，我们真的超羡慕瑞玲姐，她真的是零毛孔，而且你知道一熬夜那个毛孔会变成椭圆形，好可怕。可是我真的是零毛孔，不晓得为什么。嗯哼，有没有？有没有水水的感觉？而且你贴上去、敷上去，它就马上跟你的皮肤就是融为一体。对。结合在一块，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哎，它很容易掉下来。对，没有我，而且它可以敷到这边。对，而且重点说这个水磨瓷，它本身它有缩小毛孔，所以才会有紧致的效果。嗯，那它用的等级来讲的话，也算是在医美等级。好，对，嗯，比玻尿酸再高级。比玻尿酸再高级，哇，比玻尿酸再高级，拜托，打一个玻尿酸就多少钱了？它其实不贵，对不对？因为我说最贵只有1500块啊。对。对呀、啊，它其实真的很不贵哦。这也是所以这也是 CP 值超高的。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面膜都可以把它当成保养品的一种。嗯。那有时候像我两三天，有时候我奢侈一点，像这次每天你讲的，因为有那么多种，而且我都我现在我都不用再去弄什么化妆水呀、然后弄乳液呀、然后再擦什么淡斑霜什么鬼的，我因为就是你敷完的时候，它就是有些都不用再洗了，all in one都弄好了。对。你就睡觉起来，它还是会有水水的，对，没错没错，它就是有让你锁水，对 对, 对，保湿，对 对, 对，你早上其实起来，你再稍微洗一下，结束了。有人问，安妮丽妍的面膜如果是出油的比较多，应该用哪一款比较好？出油比较多的话，我建议大家用保湿基本款，对对，因为我刚刚有强调，它是一个智慧型的智慧型的机制，它会把。比较油的地方，它会让你比较变得比较保湿，把那个油的地方控制起来。然后，但是相对的，有油的地方就会比较干燥，所以它需要是比较多一点的水分，好吗？记得不要再用
什么控油的，因为你把油去压抑到了，反而它变成痘痘的机会更大，对不对？你就是油性了，你又在用那些，因为太沉重太多了。因为秀琴也算半专家，为什么？因为我发到这几年来上健康节目也很多，对，都是因为就瑞玲姐给我们的资讯。我们其实他们真的算半专家，而且学到还蛮多。真的，快点！瑞玲姐推荐生物纤维面膜。哦，生物纤维面膜这没有问题，来。这一款，这个真的是要，这个是类真皮的，钻石级的哦，钻石级的这一款，嗯，好吗？这个是多元修护的生物纤维面膜，然后这一款很特别，哎，欸，好重哦。而这款很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医美的时候，哈，比如说你有做一些雷射啦，哈，然后去出一些斑，然后或者是打了一些东西的之后去做一些修微整微调的时候，对，去做一些修复的部分，你把它切开来。好，对，那它的等级来讲的话呢，那它就是说刚才是有玻尿酸至上嘛，对不对？那它的部分来讲，这个特别在哪？对，它是在修复你的，修，你不要突然叫一下好不好？我不是志远嘛。对，你看没有，它的其实就是在帮你做调整你的皮肤的 pH 值也好，然后还调整帮你做一个修复的你的伤口，因为伤口那时候需要大量的你的一些胶原蛋白。对，你买的狗，你知道怎么心痒痒的？再来。对对对，而且它是这个也是果冻型，对，果冻型的，而且它精华液实在是太多了，对，还蛮多的。哦，你看，你看，你看，大家你看看。我有满满的精华，对，满满的，满满的，哇，这要强力推荐，这要强力推荐。哎，刚才他是不是还有一款蓝色的？对，哎，对，他有一款蓝色，一个弹力光泽，这也是他们的，我们刚刚有用过，也是一样，也很棒，也是满满的水，好吗？没有。哎，我觉得现在满满的水真的都好多，可是好舒服。这块说，去打完医美的时候，它就是有点冰冰凉凉的。对，它让你去修复，让你去镇定。对，这。好舒服哦！这一款生物纤维，它就是一个，它跟你的皮肤真的是，而且它在敷的时候，它慢慢会变薄，嗯，那是正常的。你不要告诉我说啊，它有点，有没有？有没有？你看，有很薄啊，就是果冻的那种生物纤维，就是这样子。对，对。你叫你通告不要这么多，好，一直打来敲通告，很讨厌的。这累通告，不好意思，你可以敲我，敲我。对哦，对。然后也很棒，它也很贴心的设计。好，盒子上其实大家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心思。刚才我们说含银粒盐，它是可以这样拆开来，对不对？嗯。好，用自由配的方式。是。那它这个也是还蛮贴心的，它可以帮你把它。这个会可以怎么样？一半，然后你就可以放桌上哦，就是立着。对，立着啊。想要的时候就抽一片。你就可以放在对化妆室里面啊。哦，浴室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手都洗过油，就是比较滑啦，不是油的。对。滑滑的，满满的精华，对，我今天真的是赚到了，哦，真的是赚到了，有没有？等下最白就是我的双手，还有脸，跟我的脸，好贴心哦，对，有没有这样子？你就把它，因为我手有点油呢，这样你就可以这样子。我好喜欢这个哦，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有点冻膜的那种，真的哈，果冻类的。那你不喜欢面具保养啊？其实都很喜欢啦，其实都很喜欢。磁石的你那款你喜欢吗？我喜欢，超爱。他最爱磁石。我最爱磁石。那我再拆一块给他。哦，不要，不要拆，哎，刚才那一块啊，拆一块，拆一块，拆一块。好，等一下，拆一块，拆一块，对，拆一块。你好浪费哦！你看我来帮你用，真的哈。我跟你讲，磁石这一款哦，我真的很推荐，因为今年我是Body 20年，好浪费。好，20年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含磷液这个很简单，它这个部分它是用磁石去磁石把它放上去，它跟韩国的不太一样，那它使用很方便，它只要中间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中间有一个虚线，有一个虚线，看到没有？对，好，再把对折，好，对折之后，嘿，就开了，有没有？很容易。然后记得你手干的时候，把它。其实他们湿都很轻松，湿很轻松。哎，我们手上刚刚是湿的，你看是不是很轻松？满满的精华液。对，然后呢，你把它拿出来。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现在保养，我觉得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对，越来越发达了。你可以拿下来吗？好，可以拿下来。而且它都没上妆，像完全没有啊，它完全没上妆啊，没有妆。上妆还给你
看，可以给你。真的皮肤好透亮。对，因为我皮肤比较白，大家看不太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请秀琴来，是因为她本身是有点欧巴day，你知道吗？因为我连欧巴day的人都可以把它弄成白，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神奇啦。而且它又是纯天然植物，你看它这边都有一颗粒的磁石，对不对？对对，哦，喜欢这种哦。你就看到边看韩剧，就可以用磁石面膜，对，而且你看它用分区保养，我觉得这还不错。对，而且它可以你买不同款式不同的，哎、对，自由配啦，对，就自由配有保湿的、抗皱的、美白的，所以我会说，像刚才那个也是一样，它有活动的，手法可以消水肿。对呀、啊对对对，哎呦，你好聪明哦，哎，你要不要 take 一下你？他竟然把它敷脖子，哎，对呀、啊，因为他就年纪大了啊，哦对，然后有博纹，对呀、啊，你看如果是这样子，有没有？你就可以，哎，今天我要保湿的，因为保湿本来是他们基本款嘛，哎，我今天要保湿的。好，保湿的，然后红的，然后又抗皱的，还不错。好，下次我还要用一些其他的产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也是白老鼠。对，要年轻其实不容易，好吗？对，你以为绿玲姐脸怎么瘦下来的？怎么变小？你以为秀琴肤质怎么变好的？那今天我们真的很谢谢秀琴咯，谢谢绿玲